老六还是没前途，现在好久都看不到一个六级套，有那时间去辐射区开心条不好吗？所谓老六最懂老六，他们喜欢藏在哪儿我是一清二楚啊。基本安全，这里再来一发，休想溜我。现在是28分钟，等到10多分钟的时候再进去，一切都是为了防老六。脚步声来了，敢下来他就完蛋了，来者必死。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嚣张的。你好勇啊！这要是双榴弹蹲洞口简直无敌，胜率无限接近100%。这下知道我为啥只带一点点子弹了吧？因为有人会帮我带。又来一个。人急凑啥热闹？这次真来了，盘他，吃我一炮，想跑？哎呀，马失前蹄！你看看，溜到好东西太难了，大家都不穿好装备。时间还来得及，等会儿先把弯道的车开进去。哎，车呢？我去，不是吧，有人进去了，我守了半天洞口成给他们把门的了。奇耻大辱啊，进去跟他拼个你死我活，我俩之间只能活一个。这么久过去了，箱子还没开完，又没枪声，他在搞什么鬼？新赛季第一开就这儿。是死是活倒是吱一声啊，这样就感觉背后有双眼睛盯着我。哇塞，俩蓝图等于一根金条，他不会被怪烧死了吧？真有这种可能。哇，终于来了第一根金条，第二根，兄弟们看我看到了啥，天上掉馅饼，真被怪烧死了。正好子弹不够，多谢多谢。这人也是够可怜，连一边的箱子都没开完。我去，这么容易出金条了吗？不错不错，单单三根金条两张蓝图就80万了，再来一根。哇，我去，不是吧，破纪录了，兄弟们7根了。 Nice， 还有3个箱子，这是要10根的节奏啊。哎，他怎么下来了？我又没去2楼，哪儿都有你。才看到这儿还有个没开，损失大了，说不定就2根金条。不知道电梯还在不在，后面一直被狗仔追，试一下的机会都没有。不追了，可以试试，就是这儿过不去了。不行啊，被修复了吗？貌似被修复了吧，如此一来返回的危险系数大增啊，不知道卡出墙外的 bug 修复没。其实也不是很慌，最后5分钟谁还在这儿蹲，竟然还有人打 boss， 不管他了，直接返回。谢谢欧气。